官标题王宝强变身圣诞老人与阿米尔汗同台，网友同为明星，气场差太多。12月24日的夜晚是圣诞节平安夜，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如今很多国人也喜欢过圣诞节。12月24日晚，王宝强的御用律师张启怀发文，平安夜平安，圣诞节快乐，晒出王宝强三张变身圣诞老人的照片，照片中王宝强再现傻根似的微笑，平安夜王宝强的心情十分的好。张启怀也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律师，还帮着艺人宣传。其实王宝强变身圣诞老人是为了参加一个活动，又一部非常精彩的印度电影《印度暴徒》正在北京举行首映式。王宝强作为阿米尔汗的小粉丝，化身圣诞老人前来与阿米尔汗同台，两人在台上亲切互动，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照片中可以看到王宝强就像一个忠实的小粉丝，而阿米尔汗则颇有巨星范，巨星气质十足，这也许就是小演员与巨星的差距，气质完全不是同一个水准的。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同为明星，气质气场差距太大了。阿米尔汗是中国观众颇为熟悉的印度巨星，在中国影迷心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部摔跤吧爸爸一方面让大家见识了印度电影的精彩，阿米尔汗的敬业另一方面也让印度电影人见识了中国无可比拟的电影市场。印度暴徒又是一部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相信又是一部极为精彩的电影。